哇，这好好看啊！哇，还是蛮浪漫的呢。挺美的。你眼睛看得清吗？我这眯瞪着。他眯着。肿的。你使多大劲儿啊，这种。这不肯定不知道啊，我上一次也是这样。是自己揉的吗？自己揉的。是自己。你扶着他点儿。你可以相信我，把眼睛闭上。好。完全相信我，我带你进到现场。好。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这个有一位同事这个。啊，没关系，不提了是吧？不重要，好，不重要，不重要。大家早上好，鼓掌。相信大家通过两天的录制，对三明市的沙县小吃认知已经很高了。现在都有点肌肉反应，包得很熟练。其实三明市除了沙县这个标签之外，还是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8.73%，被称为中国绿都，将近80%。对，天哪，跟那个公寓的得房率都比公寓得房率都高。儿哥关注的点跟我们果然不一样。今天我们也将从三明市的沙县区出发，前往江乐县和泰宁县，进行为期2天1夜的旅行。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一位男生，两位女生，你们将和他们两两搭档，一起完成旅行中的各种任务。为什么只有一位男生？那这不还有三个呢吗？这仨是怎么的？有什么缺陷还怎么的？这仨旅途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新鲜感。不是你们别你们玩玩吧，我生你俩气了。你这还没出发呢，就影响我旅游的心情。因为嘉宾只有三位，也就是说咱们五位成员当中有两位固定成员会组成一组。我不挑人，我跟谁心情都好。你不是人家挑你主要是。不行，我带着小凯，我俩走。今天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挑选别人。我给你找个棍儿。接下来进行第一个任务，我们准备了一下默契挑战，我会给出一个题面，五官鼻子。如果两个人的答案一样的话，就立即组队成功。啊，来吧，那请大家就位吧。来。第一题，蔬菜。蔬菜，菠菜。失败。菠菜算青菜吗？没有，不算。失败。动物。动物，猫。你俩连前面三次都不齐，完全没有默契。水果，苹果。故意的。我没有。葡萄，你们不吃葡萄吗？不行，我们仨自己这啊，很难跟他们能对上。没事，我们给的题面范围会越来越小的啊。下一题，鲜花。鲜花，玫瑰。算了吧，一点没默契啊。数字五。你能不能直接缩小到最小的那个 part？ 歌手，杨坤。别试了，没有默契，就这么多字了，你还看不出来吗？生肖，狗。月份，五月。季节，春天。行了，哎呀，你看。这已经是4-1了，四分之一了。来吧，我照顾你了，哭吧、哎、大女儿的。那就恭喜白鹿和凯哥组队成功。恭喜。那我们剩下的三位成员今天的搭档就是来到节目中的嘉宾。首先我们就去往男嘉宾所在的等候地点，然后 baby 你就可以见到你接下来旅行的男嘉宾了。好，跟导弹旅行。走。
适龄了，可以啊，适婚年龄了，适婚年龄了。男朋友找了没有？要不给我寻一个？这女孩就盼着这个，今天就给你寻一个啊！哎，这里有个人。没有名牌，没有名牌。请问你住所呀？演上了，演上了，演上了。他的肩膀已经在抽搐，遮住了你的这个。既然不想让我们看，那我们就走吧。那我们就走了。走了。抓紧。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张彬彬嘛，我可是威震四方的吕布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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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一个两天的旅行，也就是说让大家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找到聊得来的旅伴。现在在你面前只有两位女嘉宾，你选择一下吧。就只能选一个，那我选。我们也就是拿不出手，家里就这么俩人，你知道吧？拿不出手是啊？什么？拿得出手，拿得出手。我们这就俩女生，你只能选一个，你选谁吧？你说说。选一下吧，选一下吧，选一下吧。好难啊！救救我！您选吧，没事没事。快快，跑男质量最高的都在你面前，快点选一个吧，赶紧的。他说跑男质量最高的都在你面前，我说也没有质量更低的，一共就俩。就我们说剪刀布吧。说剪刀布，我们谁赢了才能跟你在一起吗？那必须的。那算了，我退出。那算了，我也退出了。是啊，怎么办？那兄弟，你只能选我了。跑男质量最高。他指的质量是那个重量的质量，好量，血压最高，血压最高，最高。那走吧，走吧，还有俩女生，走吧，好，就 baby 吧，好不好？只能这么配了，跟你讲。是的呀，不同意也不行了，就这么定了。我上去，我看我去找女嘉宾去，走吧。呀，这里怎么有个桌子但没有人啊？呀，这是什么？红线？嗯，什么意思？白玫瑰，红玫瑰啊。啊，顺着这个线。剩下两人选一个呗。我就选红的吧。好，红色代表。红色代表了热情，走吧，走。你这收绳收的略有些狼狈啊！我这收绳收的是不是特别像剧组那录音师？你这不是录音啊，你这是中国移动啊！来充宽带来了。哎，你们俩有心目中期待女嘉宾是谁吗？你觉得哥有这种期待吗？谁整这老长干啥？太长了，意思意思得了你。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快到了，这是谁的呢？ I know it's a drag, I know it's a grind, I know that a dollar ain't worth a dime. Just trying to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at the end of the block.据我所知，应该是红玫瑰。真的假的？红玫瑰可是我哦。这走向看着有点像啊。哦，红玫瑰的到了。你们这一趴我就不参与了啊。那你去吧。弄好啊，弄好。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熬夜
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专家说的。专家还说，熬夜就没有老年。欢迎欢迎，辛苦了，在这等太久了。没有，你看看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的，这就是氛围，你知道吗？教练，你不见证一下人家呀？沈月，你好，你好，沈月，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能够牵手成功，差点说成牵手成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配对也不对。好。我去找女嘉宾去。哎呀，我天！行了行了，你这电缆都可以让我。电缆，这电缆，我这不是收线呢，让你说的也真是收线电缆。呀，我看见了，是一个穿紫衣服的姑娘。有人。咱也摇人了。Something romantic, giving my all when I don't even have it. You came out the blue on a rainy night. No lie, I'll tell you how I almost died. Why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跟你什么仇什么怨？行，一脸大失所望。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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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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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失望了吗？哎呀，使不得。咱俩意思？哎呀，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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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想要跟沙溢老师搭档，为什么呢？你问我工作人员，真的，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思。我之前有跟他录过别的节目。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啊，记得记得。哪个节目？什么节目？你好好说哪个节目啊？就不占用咱们节目时间哈。我们每一期都有嘉宾和沙爹录过节目，然后他都不记得。对对对，这两天是我们帮沙溢恢复记忆的旅程。到底是什么节目呢，沙哥？寻找着记忆。那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欢迎沈月，欢迎乔欣，欢迎冰冰，欢迎。那我们四组搭档都已经组队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两天一夜的旅程。我们的第一站要前往三明北火车站，我们一起出发吧。出发吧，旅行。啾啾啾，冲冲冲！不冷，你不冷吗？啊，你冷。你冷，我穿着裤子我都冷。不是不是，因为我背后贴了那个发热的暖贴。你为啥要贴发热暖贴呢？在这福建这边。不是，他那个腰贴疼痛的贴还是发热的，我腰不好。咱俩这组合。咱俩一个眼睛不好，一个腰不好，一个腰不好。你俩现在特别应该开一个推拿按摩馆。我是按摩的，你接待，偶尔有时候他给你按呀。哟，是高铁站吗？到了，还挺快。走了，这边。哎。哦，这是个游戏环节是吧？我以为我们就上车了呢。还有游戏啊！咱俩一组的，咱俩在一起，你别瞎溜达。早上扯线都扯一身汗，还不把你给扯出来。欢迎各位成员来到三明北站，我们将前往三明市江乐县长口村。江乐县长口村。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三明北站有75公里，那里曾经连续3年蝉联全国深呼吸小城百家榜首，被誉为美丽中国深呼吸第一小城。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两种交通方式，一种是车程19分钟的动车，另外一种是1个小时的自驾之旅。坐高铁19分钟到了以后呢，就它可以自由安排那个多余的时间。19分钟到了，我们就按我们到了的行程接着往下走。那那个没去的那个人1个小时呢，那40分钟就赶不上了，是这意思吧？对。接下来这个任务就将决定各位的出行方式。每一组搭档当中，女生蒙上眼睛扶着气球，男生把气球吹破，用时更短的三组成员乘坐高铁动车。我们来吗？你们来吧。来吧。吓人。李晨、沈月挑战吹破气球，计时。我们来吗？你们来吧。来吧。吓人。李晨、沈月挑战吹破气球，计时。嘴呢？嘴。那是他鼻子。都是昨天飞行他们的。一二三。换一个，你得捏住他一点点。好，感觉你们要开车了。快点，计时了，哥，一二三，走。吸回去了，怎么才吹这么一点点？哎，吹这么快，还斥责你呢。我吹的时候你把它捏住，我呼吸的时候你把它放开了，就不能同呼吸共命运吗？就是你先说吹，然后我就吹。 okay, 好吧，好，你先咬住啊。吹。一二三，吹。怎么又掉了？给陈哥，你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没有，绝对没有。啊，一二三，吹。吹了一口之后，沈月把那个球吹摁住。然后你给他把气儿放了。哎，我到底该不该摁呢？好，有一点起色了。好，我捏住了啊！一二三，我捏住。好，一二三，吹。哎呀，可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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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再往里吹一点点壁挂。沈月，你可以摘掉眼罩了，降低难度，你们接着挑战。一地的气球怎么会这样？最后越大的时候越要捏住它一点。嗯。你看，那降低难度了吗？更难了。你还是把眼罩戴上吧，要不然。哇，这么大一块！你给他把嘴呢留多一点咬，这嘴再弄出来。最后那一点其实是咬的，那咬的吹着，这么吹的。哎呦，看着我这心酸。汗了，真的，我手都出汗了。晨哥、沈月用时6分19秒。耶、yeah. yeah.。
沙哥乔欣挑战计时。你俩这怎么有点大狼吃药的感觉？来，大狼吹。大狼吹。大狼再吹，一二三吹。哇，很厉害。大狼。大狼，一二三吹。哇、哦，好快哦！他们好有默契哦。一二三，等，别跑，我在，掐紧啊，别怕，我在，稍等，小心，像护士姐姐，别怕啊，这根针不是很粗，等会啊，别怕啊，来一，快，别急，你把它掐紧，我再捏住，好来，最后一二三，来。不行，你再多给点，多头儿多给点，对，要不来，好，一二三，多给点，对，头得多给点，快了，来，好了，一二，哎，别走啊，上面，这鼻子，对，好，在吗？来，来，一二。马上了，感觉你用胡子，用胡子给他扎爆了，那真反了，大鹏啊，骗人！来，一二三，大了吹不进去气儿，得咬住。太小了！恭喜沙哥、乔欣用时2分27秒。Baby 张彬彬挑战吹破气球，计时。咬住，咬住，来，一二三，吹。那是什么事儿？一二三，吹呀！我感觉这个屋里有一只大象。吹呀！啊，快了，炸了！马上！好可怕！给我抱啊！来，恭喜挑战成功，用时2分21秒，还挺快的，对吧？朋友们，不吹牛吧，30秒内解决。话别说得太早，一会儿咱开车去了。啊！你看不起我？你戴着这个墨镜，还要戴这个镜子吗？哎，啊，保护一下。不是，他怕他自己那眼镜崩坏了。凯哥白鹿挑战吹破气球，计时。吹，好，收了，吹，收了，吹。他们有经验了，俩手掐着那个中间留个缝。吹，收了，吹。吹不进去。好，预备，吹。他没气了，预备，吹。凯哥脸也开始红了。你吸口气了没？啊，预备，吹。你自己得咬着。预备，吹。使不了劲儿了是吗？你使不了劲儿了吗？好，吹进去了。啊，一二三，吹。快了，来，咬着了吗？一二三，凯哥白鹿用时2分25秒，也2分多呢。
那就恭喜获胜的三组搭档，你们将乘坐快捷的高铁前往江乐县，请拿上高铁票。好，谢谢。那我们那票费退了，那钱是不是得给我们呀？奎哥和沈月，很遗憾，你们就将自驾前往江乐县长口村。挺好，挺好，挺好。注意安全吧，自求多福。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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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沈月，开启我们的自驾之旅。好。前方右转，即将右转。就咱俩的行程基本上就属于自己安排。对呀。你怎么没有湖南口音呢？你学的是？没有，我学编导的，做后期，做这种。哦，那个编导。嗯。什么事？不知道他们在高铁上面玩啥。哇，久违了，和朋友们一起坐高铁。那可太久违了。我们都有票的啊！哎，要不？哎呀，这画面，好！要过了哥，记过啊！那我们就来拍一个吧，来，来来来，比武拍个照，来来来，哎，好，留个纪念啊！谁比个武？哦，哇！好，可以。这家伙漂亮了，来了来了来。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一山绕过一山拦曾经是发展绕不开的难题。在国铁集团的助力下，高铁动车飞驰南北，三明沙县、泰宁这样的山区小县也迎来了大发展。我爸以前就是参与高铁队，原来是南车，现在是中车，发展速度很快。希望横店早日通高铁，在这里表达一下我的诉求，让我们快速的去你家。是的，马上我们就要到站了。这么快？时光飞逝。多机位，多角度。神导找角度了。感觉隧道里的灯好好看，好有电影感。你的专业对口啊，这是，对吧？那你今天就负责拍出一个小的 vlog， 记录我们这个路上的行程。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这座山后面的路。透过这个影像，拍出沈月的奇幻世界。我想话佢听，可能过到去你会发觉咩度，望翻过来会觉得呢边重，但我知道佢唔会听。以佢嘅性格，自己唔行过，又点会甘心？结果发现他们坐火车下来后还得要坐汽车，然后跟我们到的时间差不多。看一看江乐县是什么样子。欢迎，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国探票第一村长口村。长口村，哇，这里好美哦！我们长口村啊，处处显山露水，是一幅山水画。对，好美啊！这边有一个卖山的故事。当年啊，我们的村财收入不足三万，可以说揭不开锅，连办公的纸张都是去赊账买。有一些企业就看中了这片山，想砍。开价20万，出现了两种声音，为什么呢？这个山都是崖石，砍了就不会再长，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
这个就推动我们今后产业啊绿色生态发展的一个动力。嗯，我们去年5月18号拉到了全国第一张碳票，0001号碳票。所谓的碳票，就是我们把这个林子来评估出碳减排量的一个收储，就等于老百姓所说的空气开始卖钱了。这写着碳票，对，这个就叫碳票。到了长口村，下车走。走了，啊，我坐麻了。啊，他们在那儿呢，兄弟们。哎。还行哈，这时间赶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眼圈都黑了啊，眼圈黑了吗？所以我们这个村子啊，无价之宝。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对，绿水青山要转换金山银山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所有的生态要转为的产业化，做好山水田这篇文章。我们山宁夏种这个荷花黄金七月一枝花。水，我们有琵琶艇训练基地，就在这条金溪河上。田啊，我们种下了千亩脐橙，湖北人也叫果冻橙。果冻橙，橙子很大，很软，口感非常好。哎呀，是啊，口感饿了饿了。这些都是生态给我们带来的产业。所以我们这个村啊，应该说哈，幸福感、获得感非常大。来，我们到新村部自由地开展你们的活动。这游戏肯定很耗体力。没事的，来，让我们一起喝一点清新健康的康师傅绿茶，补充一下活力吧。嗯。味道真不错，好清新的茶味哦。那是当然了，这可是真茶萃取的，茶味更清新，而且富含茶多酚，让我们一会儿都拥有完美的表现吧。那我要再喝点，我也要活力满分。好，让我们一起去挑战这个游戏吧。哈喽，你看我开车的跟坐火车的一样来的。欢迎大家来到长口村。刚刚大家也了解到了长口村是如何从一个三无村成为了靠空气也能卖钱的新兴旅行打卡地的。旅行中除了搭档和出行方式之外，承载着旅行记忆的影像记录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的这项任务结束之后，有一位成员的旅行记录也将到此结束。啊，就是这个任务当中，你们将被分成两组，任务失败的一组中的一位成员将会直接结束今天的旅行，不会再有尽头。真的假的？做工了。这太好了吧呀。这个优惠的待遇。你确定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啊？这当然是个坏事了。那他去哪儿呢？回酒店了。那他的那个搭档呢？他的搭档还留在这里跟我们接着录下一趴。那一个人了就上？是的。你那意思搭档跟他也回酒店？就是啊。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项任务叫做视频通话猜词。陈哥、沈月、白鹿、凯凯一组，八哥、乔欣、 baby 和冰冰一组。其中有三位坐在凳子上，一位需要跑到村子里的任务点，把磁卡贴在额头上。快给牌子。程序员。房间里面的三个人坐在椅子上比划，在外面的那个成员要猜自己头上是什么词。程序员。三个字，戴个眼镜，在这打字，每天哒哒哒哒。而且他的手机是听不到声音的。什么？三个字，嘴嘴，闭嘴。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员？一定冲。太难了，准备好，过。猜对两个词之后，下一位成员再出去，直到这队的三个人猜完为止。啥呀？这是过吧？过。完了，这也太难了。无人机飞行，不可能，他猜得到？咋的了？都比不比划了呢？用时更多的那个队伍决出谁将直接结束今天的录制。哇，这真的很难，没法猜，猜不出来，什么也听不见。我觉得沙哥可能是这个游戏的黑洞。没事，你坐会儿，我去。然后外面有四个可以拿词的地方，每拿到一个地点之后，我会告诉大家词是什么类别的。Baby， 你选一个。篮球场吧，篮球场是不是近点？篮球场的词语类别是职业。职业，好的。计时。篮球场在哪儿呀？
雨了，朋友们。Hello， 你们还在吗？我去篮球场啊！呼呼呼，来了。是什么？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来了。是什么？是什么？几个字 ？OK， 四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带四个字，带。这咋比划呀？这玩意儿。听大声音，带货主播，带。四个字，然后咱们讲这个。带。你这是啥意思？卖货。啊，你这是卖货。叫挡一下就卖货。扇子五，四个手指四。第一个字，蓝。带。咱动。好。带腰带，头带。过去。动呀，你们得动啊。过去。后面的人 ，hello。OK， 第二个字。货。第二个货源甲。带，我看不见，现在是甲。哦，那个带货主播，脑残。是什么？几个字？过去，啥一个洞？动，这个，怎么又飞走了呢？看不见。三个字的 ，OK， 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我现在看不见你们。哎，往那边。一直不下来呀。那一动。这个是什么？第一个字吗？喷洒，蹦，射击员。射击员是个职业。我在后面刷。消防员，对 ，OK， 回去了，我来了，回来了。下一棒准备啊，下一棒，你们想想是谁？我去，我还不信这个了。你们选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啊。我去骑乘摊。骑乘摊的品类是电器。电器 OK。 他要证明自己，他还起个范儿。搁哪儿呢？这骑乘摊有这么远呢？迈着沉重的步伐。完了，这个好难，这咋扫地机器人呢？几个字？五个字，上来就五个字。这个地上有东西，这给扫走。啥呀？这是？扫。第二个字地。什么？我看不见了，地板。地，扫地机器人。对。答对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下一题。哎呦妈呀！快，下一个。三个字，什么字？篮球。投影仪。投影仪。走。沙老师厉害啊！那我去再远的。你去远的吧，长蜻蜓，你可以跑远一点。长蜻蜓是旅行相关。哎呀妈！啊，这骑乘摊都跑到邻村去了。加油！长蜻蜓。他这个跑步像野外求生。
三个字儿，那个面敷面膜。哎呀，很晒，晒到脸啊，好晒，涂在脸上。面不是旅行的吗？怎么会化化妆品呢？爽肤水。对。哎，过来。鲨鱼的动，哎，动干嘛呀？哎呀！防晒霜。对。不是旅行吗？是旅行类的，旅行时候用到的。三个字。自助餐。自助餐。我看见了一个三个人版的复读机，你知道吗？自助餐。吃东西吃。自。洗，第一个字洗。自己。洗漱。自助餐。自助餐。洗脸。第二个字猪。第二个字猪。对啊，第一个字对了，猪是吧？第二个字猪。那我回去吧，累了。算了，过，下一个。缺氧。啊，他？啊，这个好，人字拖。人字拖，三个字。你把那个叉子拖。人字拖。香港脚。啊！过去了。哎，过不来了。香港脚，过来点，哥们儿。然后呢，一个鞋，人字拖，一个鞋，人字拖，人字拖。哦，对，说出来。对。好嘞，我要缺氧了。这一趴我想出去猜，我觉得在这儿好累。在里面真的很，而且无语。好累，要不我先选。你挑个近的吧。我挑个近的。啊，你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雷茶滩。雷茶滩的词语类别是旅行，请出发。雷茶滩在哪儿？啊！我可是跑800米第一的。哎呦，前天跑的，我今天还疼呢。脚酸了。三个字。照相机。拍立得。对了。走。三个字。身份证。还好今天有坐高铁，这拿道具了，这不能算啊，比我们的题可简单多了。走了，我腿酸死了。你去吧，我远的留给我们。行，我去吧。哎，选一个近一点的，最近的那个篮球场。好，篮球场是电器。电器是吧？好，篮球场。怎么了你这？撒了气儿了感觉。撕名牌我都没有这么用力的跑过。就这么不想回酒店吗？三个字，一人行好对。指纹。指纹解锁。没有解。指纹锁。对啊。
他应该是听见了吧？他是不是听见我们说话了？他离得近，他就在门口。榨汁机，榨汁机！啊！人！三个字，三个字。杯子，喝水，水。炸弹机，榨汁机，机。榨汁机，哇！炸！喷！爆发！炸！过！他没用过榨汁机，可能。完了！太难了。这过吧。猪。如爸爸，爸爸 ，big 的除湿器，买白啊，三个字，一什么除螨仪，对。啊！救命救命！好累啊，在这里真的好累。我能再出去一趟吗？你在哪？我来吧，给我，强心凝。传一点俗语。好，更好，刚好，正好让我选上。对。给你炸了半天，啵！这是吧？这是考体能啊！哎呦，苏雨，来，他们能看见吗？八仙过海，八个字，八个字，八。哎呀妈呀！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八，第一个字是八，第一个字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癞蛤蟆想吃鸡，七个字，七个字。啊！你演天鹅，你是我。啊呜！我为什么要吃你？我这不是认了吗？我。癞蛤蟆演的真像，天鹅，你飞呀、啊，天鹅，不是天鹅。哦，虎鹤双形，癞蛤蟆不是，虎鹤双形可以，癞蛤蛤，吃，蛤，一点线索都没有，嘴，飞。飞，癞蛤蟆，癞蛤蟆，过不过？你们表的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很难？很难就过。过，还是不是很难？太生气了，有脾气啊！十个字，第一个字，三，第一个字，三。一个，两个，三个，臭皮匠，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臭，什么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听不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哎呀，我觉得我嗓子哑了。很遗憾，失败的四位成员当中，有一位今天的旅行就要结束了。为了公平地选出这位需要提前结束旅程的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
啊，插刀子。四位成员一人一把刀，依次插进这个桶里。谁把这个小人偶插了之后弹出来了，那位成员就要结束今天的录制了。他弹出来就证明你插到他了，是吧？他疼啊。我要绿的，招财。来吧，谁先来？随便啊，这是概率问题。不能第一刀就是吧？没插到底。没到底。我感觉就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你吧，就是你，应该是我吧？哎。来了来了来了，就这个来了，就这一片了。哎，走你，走。应该是我吧？怎么还不是啊？下班，回酒店。很遗憾，白鹿，你的旅程不得不到此终止了，也不会有机器再拍你了。我陪他一起回去，你还要继续录。改哥，没有搭档的旅程。哎呀，哎呀，改车了，这怎么还有个 disco 啊？怎么要猜音乐，然后把白鹿支走了？你们是故意的吗？那个机器是遥控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前往三明市的泰宁县，车程大约要1小时20分钟。为此，我们在车上准备了两大特产，一个是特别好吃的脐橙。这个就成为一会儿我们车上游戏的奖品，还有另外一样非常有特色的特产——辣木子。辣木子的味道初尝微苦，并且会在嘴里停留很久。一会儿任务失败的成员就需要品尝辣木子作为惩罚。好，那我们准备的这个游戏是伪奏猜歌。成员们听歌曲尾奏进行猜歌，每首歌有两个不同长度的版本，播放过程中成员们可随时举手抢答，率先答对歌名与歌手的搭档积一分，最终得分最低的一组搭档将接受惩罚。好的，来吧，请听题。这听不出来，就两几个和弦确实听不出来，虽然我对音乐这造诣很深，听出几个和弦。没了，对音乐不太敏感。花药吧，你先玩儿吧。那补药的拿。不不，还有长度，还有人家还有长的版本呢。上一个游戏还没玩呢。那都答不出来的话，我们放稍微长一点的版本。好。对你的爱意。叫啥来着？哎呀，就到嘴边了。一直很安静，一直很安静。梁静茹。错。不是梁静茹。梁静茹，你。是的，是梁静茹。如果的是，是不是？不对。勇气。梁静茹。不对。啊，王菲《红豆》。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哇，厉害呀，这选手。还没好好的感受。
来，下一题，请听题。啊！啊！你没有队友的你如此强。他可以帮我们错排除错误答案。郭富城，动起来。回答正确。动起来，为新的心情喝彩。动起来，这世界充满期待。动起来，做最精彩的一代。年代的哦，太牛了，好牛哦，风华小曲库，目前凯哥领先了，我们下车吧，我要吃橙子，哎呀，谢谢了，哎，真应该不是白鹿吧，他们俩音乐造诣都好，他们俩在一个组就基本别玩了，早知道我那上一轮就不那么拼命了，让我走好了，你要把我这么走，那我一个人更丢脸。再来一个，来，请听下一题。我知道，但我想不起歌名。又又这个闹在你的心中，让我知道都没成。就是这首歌，我想不起来名啊。月亮之上，月亮之上。月最炫那个月亮之上，凤凰传奇。错。啊？你都快唱完了，咱这啥啥名字呀？许愿吗？雪峰，凤凰传奇，雪峰，走。哟哟哟哟，这个脑部跟玻璃的黑子，这都在嘴边上了。是谁在唱歌？那是歌词。温暖的心窝，温暖的心窝。唱啥呀？那歌就在你的心上吧。这不是。在你的心上，什么？你怎么又知道了？自由的飞翔，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紫月队，自由飞翔。哎呀，谢谢，谢谢，哎、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 太简陋了，谢谢，哎呀，什么半分儿算不算？哎，给半分呗，没有。我们鸭蛋怎么办？没关系，吃那个辣木子的。来，下一题，请听题。这个间奏啊，太尾段了，这个。再放一遍。一点都不像。贝加尔湖，凯哥，李现，回答正确。哎呀，我俩居然答中一题，我以为我跟这个游戏无缘。这你都能猜出来？激情车又神秘，像贝加尔湖。来，下一题。好耳熟啊！是不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沙哥？这首歌他不老，他不老，他很年轻，他很年轻，但又没那么年轻。真的吗？对，再放一个长一点的吧。哎，怎么这么熟啊？这首歌，怎么这么熟啊？总是在大眼瞪小眼。好熟悉的一首歌呀！再来一遍。沙哥，沙哥，沙哥，陈慧琳，陈慧琳，不对，你们说吧。播音了，
千零一十二。回答正确。恭喜获胜的成员，你们可以品尝美味的脐橙。哎呀，沙哥和乔欣，很遗憾，你们需要接受惩罚。这是干嘛用的呀？这个辣木籽，初尝微苦，回味甘甜，能够排毒护肝，还具有养颜的功效。排毒养颜，但它那个味道会在嘴巴里停留很久很久。这样，我们同甘共苦，好不好？共苦吧，我们都吃吧。我帮你们尝一尝，味道如何？哎，最后还真的有一点点回甘。哎，来呀，辛苦了，有点那个老生姜片儿，这人参有回甘啊，现在开始回甘了。这个像人生一样，你以为先苦后甜，那后面的甜跟前面的苦比起来就不值一提。对，就这种感觉，似乎没有甜。乔欣，啊，嘴笨特别甜。大家休息一会儿吧，路上。哎呀，终于能小睡充能一会儿了。小睡充能怎么能少得了喜临门呢？陪伴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喜临门可说了，睡得少也要睡得深，睡得好，好好休息才能好好奔跑，和喜临门一起深度好睡眠，奔跑向幸福。这睡得好的人说话就是有深度。我们的大巴现在抵达了三明市的泰宁县，抵达了闽江饭店。那明天我们将开启两天一夜旅行的第二天，领略泰宁的山水风光。接下来大家好好休息。好，哇，这个酒店也不错呀。晚安。晚安。白鹿今天都不上班啊？真假？不会吧！果然有身份啊！有身份。下雨别有一番风味，雾气昭昭的感觉。我就想知道白鹿去哪儿了。白鹿这白鹿了吗？白鹿了。昨天凯哥和白鹿这一对搭档，白鹿的提前离场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凯哥将迎来一位新的搭档。呀，对不起。你还笑、啊？挺高兴、啊。怎么发自内心的快乐？憋不住了是吧？啊！让我们欢迎凯哥今天的新的旅行搭档张雨曦，欢迎，欢迎，欢迎。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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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顺眼多了，我跟你讲，一会儿他就冲出来了，人家还也高兴，说终于不跟你在一组了。哎呀，对于白鹿而言，他也将获得一位新加入的男嘉宾作为今天的旅行搭档。哇，让我们有请白鹿和他的新搭档陈哲远，欢迎。哎呀，我也顺眼多了呢。来，来，王子，来。
哎呀妈呀，王变成王子了，可不敢可不敢。Hello， 大家好。那既然我们两个写作的方向不统一，那这个小说就不要写了，好笑吗？那王子你是啊？我当然是那个公主。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这两位嘉宾的搭档真的是由昨天的游戏结果产生的。假设昨天最后离开的是晨哥的话，那今天沈月就会有一位新搭档，就是沈哲月，然后晨哥就会跟雨熙一起出场。网友都很希望他们两个搭档在一起，因为沈月他们一起拍过戏哦，对吧？难得的机会，那就宣传一下吧。沈老师来。我了，你别了，再来，你俩站一块儿，宣传一下我们那个戏《我的反派男友》已经播完了。这个宣传可真是太好了。哎，要不乔欣老师也宣传一下？我的那个戏叫《在你的冬夜里闪耀》，也播完了。对，这个当这期播的时候，他也刚好播完了。那不行，我们把这期提上来。先结尾。再次欢迎今天所有到场的成员们，欢迎各位，欢迎。现在大家所在的是三明市的泰宁县。泰宁凭借着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着力打造全域化的写生标签。我们现在所在的崇济村不仅是全国生态宜居的示范村，也是泰宁的精品写生示范点。大家看到这里有写生服务中心，画画这个村子就是以画画来作为它的一个特色发展的。啊，画画，哎呀，那我擅长呀。因此，我们今天旅行的主题就叫做“山水画中游”。在本期录制之前，我们联合微博在超话发起了“奔跑吧新时代美好如画”许愿征集，收到了很多绘画、摄影作品。作为征集的发起人，你们各位也已经在微博晒出了作品。哟，沙溢这个可以啊，只有我发的是人物是吧？没有 ，baby 姐发了我们的合照。蔡徐坤和周深也都发布了微博。我们有两位在场的成员还专门画了画作参与这个活动，这么用心啊！沈月画的未来隧道，对，是不是？他画的隧道，那今天我们这队妥了。雨熙画的画风是这样的，哦，完全大师级，大师级作品，你看那。这用色啊，你用那个油画棒是吧？啊，这个可以。行了，那你们这组合也妥了，今天妥了，稳了，后悔不？我会画画，我后悔啥呀？对啊。你看看今天这个妆，你看今天这个装扮，你看这个帽子。哇，画家，横店的画家。横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去了那边之后显得很油腻。感觉你们俩今天有了新搭档之后都很嘚瑟，我们不合适的配在一起。不是，昨天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都很丧，今天感觉都很开心。好，在今天录制的同时，也将在微博开启实况热聊。如果热聊讨论人数达到30,000，我们就将选取节目组征集的以及微博网友投稿的优质作品，举办《奔跑吧美好生活》主题画展。这一次的画展将在泰宁影视基地展出，为期3天。在这个画展的主场景内，有属于你们5个组的5个展示区，而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为你们自己的展区赢得更多的画作。哦，跟画画没关系。对，就是赢画作。每个任务之后，排名前3的队伍才有机会赢得画作。最终收集到最多画作的3组搭档就是今天的获胜者。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清香的周明焕书记带着大家先游览一下崇济村。欢迎他。大家好，欢迎来到崇济村，我是上清香的干部周明焕。现在呢，由我带大家转一转啊，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村的一些基本情况。好，我们往前面走。走吧。我们崇济村呢，也是一个典型的明星村。那这个村呢，就是我们是全国的生态宜居示范村，也是我们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那我们这个崇济村呢，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我们的旅游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哈，是我们的网红打卡点，我们取名叫福墩墩。女生也可以推得动哎。大力出奇迹啊！
那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重庆村呢，是我们的研学写生的重要基地，那每年都会带来这个全国的高校师生，那所以说我们也配套建设了这个里面有咖啡屋啊、咖啡吧、书吧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师生的这个创作室啊，还有这个展销室，还有我们配套了一些民宿啊，这个我们老百姓利用自己的民房啊做了一些民宿，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这个游客啊来我们上清溪的这个品尝这个我们上清的油浆豆腐跟龙虾菜，因为我们发展了这个旅游的产业，也带动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那现在我们的老百姓呢就已经可以在家门口实现这个就业跟创业，那收入啊也是比以前呢就高得多。那我们往里面走，我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中国移动的一个数字监控馆。这就是您说的由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数字乡村平台是吧？对，哎，你看这边有一个村民在扔垃圾，要不喊话他们提醒他一下。好嘞，那我试一下啊。这位村民，这个垃圾啊，咱们做好垃圾分类。哎，对对对，这小伙子表现得不错啊。哇，真方便这个。你刚才使用的就是数字乡村平台的智能喇叭，就可以直接的用手机喊话。平时啊，既可以照看村里重要公共区域的安全情况，也可以用在看家护院、防溺水警戒的这些场景中。这就叫乡村治理数字化。有了中国移动数字乡村平台，乡村管理工作呀，就更加的便捷，老百姓生活也更加的安全。没错。OK， 那我们去到那个我们的游戏场。走。来吧。哇呀，体力活。早上就来一个这么刺激的吗？这是啥呀？二 B 铅笔。奔跑吧共同富裕篇专属数字藏品即日起在有蛙宇宙平台重磅上线，微信搜索关注有蛙宇宙即可参与购买，更有专属惊喜福利彩蛋等你领取。来吧。哇呀，体力活。早上就来一个这么刺激的吗？这是啥呀？二 B 铅笔。又猜歌啊？唱歌？是我的强项吗？不是。人物画像，每轮游戏中，一名成员站在麦克风前答题，其余九名成员坐在凳子上。当答题人给出答案后，所有和答案相符的成员都需要跑去抢夺桌上的画笔玩偶，并返回落座。坐在红凳子上的成员加2分，蓝凳子上的成员加1分，没抢到凳子的成员则扣1分。最终得分最高的3组搭档将有机会收集画作。听明白了，这个人的回答一定要让多数人站起来才行，或者是让自己的搭档留在凳子上，或者是让红凳子的人尽量站起来，这样的话他跑过去能坐到红凳子。抢凳子？对，抢凳子。那你对我们智力这要求太高了。没有分高分低这个。有红凳子有。有分高分低。红凳子分高是蓝的，红的是2分，蓝的是1分，所以往红的上坐。没听懂。先玩吧，先交点学费吧。选出第一位成员吧。打个样吧。打个样你去吧。打个样打个样打个样。快快快快坐红凳子，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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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真的假的？怎么能让一个没听懂规则的人？没听懂规则。反正最好就是大多数人都得去，你这样成功几率高。你记住几个特点啊？络腮胡子，两个儿子。络腮胡子，两个儿子。大肚子。大肚子。大肚子。行，来，请听第一题：什么样的人会在你玩游戏的时候拍你的丑照？只有郑恺。我认为只有郑恺。今天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穿裤子，穿裤子。穿裤子。我穿裤子。你怎么来抢我丑照？不是，我在想穿裤子的要去还是穿裤子的要去？不用去，漏了一下，什么意思啊？啊？你拿了吗？没有。
你也穿穿裤子要去啊？人家穿裤子会拍。哎，等会儿，等会儿还有机会。他们同伙还有没动呢，穿裤子没动，他去扣两分吧，这得扣两分吧。那我不是没了，没了呀！天哪，陈正远在想，还有比我更傻的人，还有个穿裤没动的。谢谢哥。好，凯哥、晨哥和 baby 各得两分，其他成员各得一分，然后冰冰扣一分。嗯，还要扣一分，已经开始负分了。对他没有凳子的扣一分。你认为？今天录影结束之后，什么样的人会邀请你吃宵夜？不姓杨的。不是啥玩意儿不姓杨的？哦，你好弄的。不姓杨的。不是啥玩意儿不姓杨的？就咱俩了，那你去吧。推走了，太狠了！哎呦，你这龙卷风，我靠！白鹿、晨哥和 baby 得两分，其他得一分，大哥扣一分。妈，我都不求红凳子，只要能坐到红凳子就行。就像红抢白菜一样，不堪入目。这游戏还是需要点体力。那哪是需要一点体力？哎。你可能回不来了，我觉得。来吧，你认为谁会在过年的时候给你发一个新年的红包？我啊！哇哦！乔欣，除了乔欣，没了吧？哎，又是他，又是冰冰呐。这就是一个比跑步的游戏，而且还会撞到别人。所有的成员们是一个合唱队的话，是谁进错了拍子，唱出了第一声？这你得好好想想，别着急。坐下。滚！哎，不扎辫子的人。什么？不扎辫子的人。这上哪呀？不扎辫子的人。坐呀。不扎辫子的人。什么？不扎辫子的人。这上哪呀？不扎辫子的人。不扎。咋了？哥你。怎么还拿俩呢？哎。啊，这个顺手没事。你是你扎了辫子了呀？我没有听懂他说什么，然后气氛到这儿了，我就去了。不扎辫子的人上去，扎辫子的不用上去。嗯，我扎没扎辫子？我扎没扎辫子？气氛到了，不上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关键是特别好玩，我觉得肯定是男生哈。男生里头跑过去，我是最后一个拿到，我想我完了。我一转头，四五个女的还往那跑呢。我确实也是反应了一下。不扎辫子的人。怎么还拿俩呢？收益很稳定。如果有个人出现在你昨晚的梦里，那你觉得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没穿白色鞋子的人。没穿白色鞋子的人。没穿。我怎么觉得只有我跑了呢？原来这还有一个。你看，你刚要是换成运动鞋多好啊！我的还真是白的。哎。出门准备时间最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40岁以下的人。我跑了。
特别好，我很满意。我差点没起来。不穿黑袜子的。这个好。穿马甲的人。你没穿。先声明，我这是背心，马甲是开衫儿，我一体的。很严谨，很严谨。我也不是。不，我这儿扯不开的都，我这叫背心。OK。不是马甲，都是马甲。你这不是马甲。我这是马甲，你看有扣子的。我这是马甲。这是毛衣吧？是马甲。马甲。毛衣只是它的材质，马甲才是它的款式。你俩是一对的吧？那确实是这样。你穿了呀。你穿了呀，你没拿是吧？就是你哥，sit down， 才发现，自己 sit down， 不是，来，我刚才可能张冰冰一直在那想，完了，别发现，先声明，我这是背心，马甲是开衫儿，这是毛衣吧？这是马甲，马甲，毛衣只是它的材质，马甲才是它的款式。我也不是。不，我这儿扯不开的都，我这叫背心。OK。别发现。来，被发现了。我发现这个游戏能看出有没有担当，连马甲都不敢承认了。现在。我在怀疑我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你知道吗？跟着自己心走吧，那这就迷糊玩吧。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你发现被人拿走了。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跑吧共同富裕篇专属数字藏品即日起在有蛙宇宙平台重磅上线，微信搜索关注有蛙宇宙即可参与购买，更有专属惊喜福利彩蛋等你领取。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你发现被人拿走了，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头发带点卷的。没坐上、啊、又把搭档给坑了。你要管搭档啊？怎么老是你们组呢？我都害怕了，我不敢让他再上来说话了。有些人是保不住的。哎呀，抢椅子还挺累的，又费力又费脑。那是当然了，来喝一个康师傅绿茶，补充活力吧。康师傅绿茶，运动的时候来一瓶，瞬间就可以活力满分。又活力满分了，让他们看一看咱们满分的表现力。耶！恭喜前三的成员可以抽取画作。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七列的画作兑换券，但在这七张兑换券里面，有五张分别写有1到5的数字。一。归零。归零。有2张写有归零，我归零。你只能从前往后拿，不限次数。你想要的话可以一直拿。哪个号你都得先从第一张拿。对，不限拿多少个。但是你一旦拿到一张归零牌，你前面拿的所有的这些数字就没用了。白鹿和哲远先来拿吧。刚才应该看一眼的，没看。这个游戏叫扫雷。对，扫雷。先抽2张试一下，因为必须要从这一排先开始嘛。啊、你幸运数字几？7。我也7。真的假的？嗯。两个人幸运都是7，那玩的就是心跳，来吧。来吧。2。吓我一跳。这个。随便。1。差不多了。真的拿，接着拿。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收手的，不能收手。我觉得直到归零才能收手。4。喂、我觉得你手气比较好，你抽吧。4啊，肯定下一个没问题。拿。我不
知道，不让我名字别看。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三，拿，哇，拿，哲源手气上来了。来，拿，哎呀，下一个六，你俩又不是一队的，拿。哎呀，我的天哪！拿，哥，哥。四，拿！哎呀，真能鼓动人，我这队友。不信他了。十四是吧？十四，整到二十一。下一个七，没有七是吧？哲远肯定要拿了，哲远弟弟被大雨天说上头了。好。我不管啊，我这季我手气挺差的，我你看感觉吧。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拿。哎，这场外的这干扰，你干啥呀？我是没机会，我要有机会，我告诉你，我拿光他，我是没机会了。我们这就不能拿了。今天绝对，我告诉你，手气全来了。我就不信他能放第一个。我看一眼，我看，我看。二，可以了吧？再来一个，给他弄到二十。再来一个，我给你算一下，现在多少了？还差四分，还差四分。年轻人呀，你是照多少拿？差四啊？二十，差二十。沙哥很像节目组的托儿啊，不鼓都拿到零不八十。十六，十六了，十六了已经。我觉得差不多了，真的，人生就是在于最后一个选择，一旦贪婪，就失去了所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机会交给你，交给你。我不，你不行，我拿，我这手气真不行。不行，我来。白鹿抽一个吧。我昨天就抽到了第一个下班的，这你都不知道吗？不行，他不行，我觉得这我不负责啊。我不负责，你拿我可不负责。咱俩也负不了责呀，咱们第四。你让他拿，缺上了，让他拿，没问题。90%是归零，我告诉你，不可能。现在已经16了，可以在这三个里面选一个呗。那六啊，六是吧？行，拿吧，可以归零，可以归零，归零，行，拿吧，可以归零。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别拿那张，我说别拿这个，别拿这个，拿这俩。这是综艺效果吧？这个是吗？白录又白录了，弟弟，你看我都跟你说了，人生啊，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贪，就在这最后一场，现在换队友还来得及吗？桂林，到咱们了。提示你们一下，六号有一张归零已经被抽走了。六号归零了，那我们这一列里边还只剩一张归零，所以这不能是连着两张归零吧？那咱们先从六号开始吧，你来。归零。三。不可能，你就顺着这个拿吧。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归零，还有一张归零的。这里面的归零还没。就是整个一排是不是稍微安全一点？其他对，这里边是最安全的，因为全一点，这应该是几率更小一点，归零更小一点。拿来这个，四，哇哦，这来不来？那我估计没事吧。二号里边的归零的几率也是较小的，因为牌子是最多的。你这种分析是有用的吗？没有，主要就是运气。还在上纵裂横，俩人开开一顿打分析，一顿分析，第一张就归零。不能那么衰哈，这一排里边不能有两张归零吧？那不一定。三，三四三是多少？七十。差不多了吧？我跟你说，真的差不多了。基于刚才的经验教训，还可以再赌一次，我觉得。赌吧，赌，再来一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肯定从多的里边抽吧，是吧？
从多的里边抽，没有什么规律了。你选一个。闭着眼来一个了。啊，你选一个。哎，不能拿后面的，不能拿后面，只能拿后面。就拿这张，我帮你拿。不能拿后面。就这张，给拿吧，给你。五。哇，够了吧？可以了，够了。多少分？15。我们比较成熟。你们比你们还差一分呢。够了。不够，再抽点吧。可以了。我俩不会第一张就归零吧？有可能，就现在只有这两个。哎呀，拿这个。拿吧。真假的？拿。归零。一呀。一。这个吧。反正我觉得也没什么规律了，因为只有六出过一个规律，到现在为止，其他这里面都有两张，所以咱们是越到后面，越容易抽到规律。所以你现在六的概率是最小的。那就抽这张了，行。怎么这么小啊？三，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吧。够了吧。三。值得搏一搏，再来一点吧。三和零其实差不了多少，三值得搏，是吗？大不了就跟他们平手嘛。你为了三分就搏第二，我都看不起你。再抽一张吧，值得搏，再抽一张，一张。三分损失了也没有什么，就是，对不对？还不如不要。就是。你看，五分，搏一搏。你咋还得十以上？你咋还得十以上？我觉得够了吧？不够了，你这没有破了。八分还不够啊？八分跟三分没有区别，都是第二。你十以上，你得跟他拼一下，谁第一？怎么得十以上？真的是吗？嗯。最后一把。这个反正多一点，要不这个？你觉得呢？就只有这俩多一点。这个我是最开始想。那拿，有直觉就拿。拿！三，又三，再来一个，我的妈！十，这次不是那十一了，啊，十一，十一了，十一出单了，行，再拿，出单了，再拿一张，他15，你这一张就把他干掉。拿，我觉得人啊，真的适可而止。最后一张，成败就最后一张。白鹿，这些牌我觉得你随便挑，你要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我不负责啊，不负责，我真的不负责。我想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抽到一张大牌，归零。这要出个归零就精彩了。我抽了，我的幸运数字7。嗯，抽。你这还赌？赢了。不行，这一不够，12了，12也不够。你要杀一个，不是心里的价位，不是心里的那个。你让他挑一个吧，我们俩让 baby 没机会，让 baby 抽，让 baby。那行，我就让 baby 抽一个。我想看你反超我们，对，好不好？我让 baby 抽，我帮你反超他们。好，你随便抽一张，赢了，我告诉你。咋样？赢了，真的假的？看没有，我是预判。16了，反超了吧？赢了，拉开差距。拉开差距，再来一个，够了，全来了，让我提着裤子都追不上。再来一张，我们让沙爹抽一个吧，让沙爹抽一个。退，你让他抽一个，不行，给你一次机会。我都知道，给你一次机会，我都知道哪个是归零了。归零，真的吗？二排。你试试，二排归零，别，要的就是二排。就这样吧，看命吧。二排没出过呀，他一共两张，他只有4张，二分之一的概率，这张也是零，这张也是，这是三分之一，这是二分之一，这也是，
这也是，你看这全是归零，哎，这也是归零，这也是，你抽哪个都已经是归零了，你看，那不怪我呀，你看这么多，全是归零，哇，我抽任何一张都是归零，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见好就收。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一轮之后，三组只有一组过关。真是没想到，我们真的把你们拉开了差距啊！那恭喜凯哥和张雨曦获得了15幅画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画作征集正在同步进行中，我们也给大家同步展示几幅优秀的作品。哇哦，这是画的？对。这是谁画的？微博网友。茶园清香，哇，这画的也太好了吧！第一幅叫做《北京冬奥冰雪英雄》，画作表达了3亿人上冰雪，从愿景变成现实，抵御强国梦，也借着冰雪的翅膀腾空翱翔。第二幅图名叫《城市印象》，描绘了杭州西湖、湖州莫干山、绍兴兰亭、嘉兴南湖等众多城市的著名景点。这像邮票一样的。第三幅图《茶园清秋》。这幅画描绘了隐藏在粤东山区里的大国基建，这里的高速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变天堑为通途。这些画作都是我们现在陆续在征集来的，如果大家在游戏当中获胜，那这些画作就会最终挂在你们对应的一些展区里面。没事，我们没有作品，我可以画。好的。今天我们将举办《奔跑吧，美好生活》主题画展，而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为你们自己的展区赢得更多的画作。就这样，走。我是一个知道答案的人，都看不出来。这个节目的度在哪儿？你可以把我们打飞出去。生门神月，大家，神月的刘海一直在飘动。来呀来呀，抽一下啊！节目正在进行，微博、腾讯、登录联合独家平台爱奇艺、腾讯视频、哇，20分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美好生活》主题画展。请问这个是谁？怎么这么胖？郑恺，我。好精彩！这有点神韵啊！奔跑吧，兄弟！奔跑吧，美好生活！中广网、ZAKER、天翼超高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Thank you.